首先呢，这个手疗我们是根据手部的一个反射区来调理的，头面中指下位向，头部不舒服，我们可以按这里。如果说面部的问题呢，我们可以反射在这个区域。环指小指下肺脏，环指也就是带指环这个手指是吧？嗯。啊，叫无名指。这个上下呢，是我们肺部的一个调理区。好，位居掌心斜上肝，胃在我们的中指下面。好了，推着这指骨下去之后呢，刚好第一个凹陷位置，这个就是我们的胃。大小鱼际心域长。大鱼际为我们的心脏，哎，在这个位置，那小鱼际呢是在这个位置，外围呢为我们的大肠区域，里面呢是我们的小肠。腕上伸直肾膀胱，手腕这个地方呢为我们的生殖腺，生殖腺以上呢是我们的膀胱，再往膀胱之上呢是我们肾的位置。